OK，Hello，我哋睇下 Maggie 嘅功課嚇。共誰伴？共誰做伴侶？進步到某一點。OK， 有幾樣嘢嘅。首先我想講咧，開頭做得唔錯，開頭聽出嚟咧好舒服嘅。講緊係淨係鋼琴同埋人聲嗰部分，好舒服嘅。我可能會將個人聲再輕微大多一丁點而共誰伴？共誰做伴侶？進步到某一點。係啦，我會將個人聲大到一丁點兒，真係好少好少嘅啫。reverb 好似有少少嘅臃腫，但係接受到嘅範圍裏邊嚟嘅。有少少唔夠清爽，可能你照揀呢個 reverb 冇問題嘅。其實可能可以 EQ 少少個 reverb 翻嚟嗰個聲咧，就某啲 low mid 左右嘅 frequency 可能可以 cut 少少咧，佢就會輕身啲嘅。跟住咧到入咗 strings 嘅時候咧，我會覺得 strings 自己嘅比例咧可以嘅。善樂逐年慢慢衰，於是合約一放。
係啦，high strings 同 low strings 嗰啲 strings 嘅比例自己係 OK 嘅，不過咧全部 strings 咧同個音樂啊所有嘢相比咧就太大聲啦，太大聲啦，可以細好多嘅其實，跟住咧一入咗後段嘅時候咧，人聲開始潛咗水啦，開始揾唔到個人聲出嚟啦，太細聲啦，亦都可能係因為你其他嘢大咗好多，所以相對地你會覺得個人聲唔見咗嘅，即係嗱。mixing 過程所有嘢都係 relative 嘅，咁所以咧，如果我覺得人聲細咗嘅話咧，我可能會先，當然啦，喺呢個 case 我哋會先細咗條 strings， 即係嗰組嘅 strings， 跟住聽翻個 balance， 再嚟決定個人聲夠唔夠嘅。另外跟住啦，和音。就算全個世界亦都失控，他也在這裡。和音的大細聲和人聲的比例是舒服的，不過我覺得 high frequency 咳得多得滯了，你可能是想營造它在遠一點的感覺，但是呢就有一點咳得多 high frequency 得滯，令到它感覺很朦很黏在底下，也都不是分得開其他不同的 layer 這樣的，即有一點太過模糊了，那就差一點是的。共谁换共谁做伴侣，进步到某一点，热情就会退。系啦，都几好噶后边嗰啲。就算全个世界亦都失控。係啦，最主要係個 strings 太長啦，嗰組 strings 太大聲啦，相對於其他嘢嚟講，other than that 我都覺得幾唔錯嘅，算做得。係啦，咁就練習多啲，就一定會繼續進步，繼續做得好落去噶啦，加油啦！